下面没有椅子。 那就是我想的那张，真的没有。那我们这个玩儿干嘛怪味道？那个那个不要味道。没钱不要。其实应该在地铁坐了。是他们。那下次要我们在那坐一下。我们坐位置，站在那就坐了。 不是还坐着车票吗？那你去哪坐？坐吗？坐没坐？坐车票吗？不然坐坐船人站着，那有票的。快到要坐船人就一定要坐车票。你这就在马路边上，然后把车给推了。这陈强都干啥？你跟他们说好没？没跟他好。
你走还挺久啊，我没讲去。 企业家。
吃什么呢？甘心鸡只有这种，它都没的。啊。